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突然袭击啊！老突然袭击，竟跟妈学这些！你怎么又吃泡面啊？我给你带了早餐。你来干嘛？没事，我就过来待几天。几天是几天啊？ 你手呢？没了。怎么没了？说有就有。哎呀，走开！我的胳膊已经到了说有就有、说无就无的境界。嗯，吃包子。杨过怎么不是个左撇子呢？ 谁？嗯，《神雕侠侣》，杨过。你跟姐说，你是不是遇着什么事儿了？宋小阳，我要火了。新版《神雕侠侣》，导演已经定了，我是男一号，我就是杨过。 什么导演怎么定的呀？我跟你说，大运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那天一个副导演跟我说，赶紧过来，张导也在，我就去了。在一个夜店里，张导一看就喝大了。他看见我进来了，瞬间就站起来了，前前后后围着我转，然后就跟制片人说：“海 Queen。”嗯。 是他，就是他，杨过就是他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厉害的定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张导就说：“你回去体验生活去吧。”我就回来体验生活了，但我心想，杨过生活在宋朝，我要怎么体验他的生活？要不说我聪明呢？ 杨过是独臂，我可以体验他的独臂啊。我已经独臂生活半个月了，基本上已经是个残疾人了。这能信吗？不然呢？老师说了，表演最重要的就是相信，一定要相信相信的力量。宋小好，停！不许再叫我这个庸俗的名字。 我叫杨过。哎，要不要吃点带鱼啊？不吃也行，我买了芹菜，可以炒点肉。你看，你还想吃点啥？ 我不吃，杨过不能碰。这两天除了杨过，你就没跟我说过别的。自从杨过受伤以后，就变得很沉默。小海，杨过，你要叫我杨过。我体验了这么久的生活，就是为了进去。你不能老让我出戏。 杨过，算了，你继续体验吧。老板，我就要这两只了。哎，
来啊。嗯。你点过多少钱？得有十亿八亿了吧？现在有点钞机，也不用现金，你点这么多假钱干什么？赚钱啊！我已经连续三年全行技能竞赛第一名了，今年奖金更高。点十亿八亿，那么点奖金，回报率太低。那也比你强，你这么多年回报率呢？你试试。我给你摁着。宋小阳，等我演了杨过，我就把这些钱都变成真的给你点，点到睡着，睡醒了接着点。我现在就先不点了。你干什么呢？大半夜的，连鬼片呢？我查遍了你家，怎么没有任何措施啊？什么措施？安全措施。什么安全措施？那万一有女孩子来你们家，你不能没有任何措施。我没有什么女孩。我需要什么安全措施啊？你跟姐说实话，你确定是喜欢女孩啊？不然呢？反正你要是不喜欢女孩，姐也不拦着你。你赶紧睡觉，我要睡了。那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女朋友啊？我要钱没钱，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，没爹没娘，谁喜欢我呀？我们银行新来了一个女孩。姐，我是杨过，我只喜欢小龙女。杨过，注意你的胳膊。中午吃什么呀？随便。晚上呢？你知道杨过的独门绝技是什么吗？孤独九剑。一，那是独孤九剑；二，那是令狐冲的。我杨过的独门绝技是黯然销魂掌，一共有17式。你知道它是怎么练成的吗？
的，你捡什么呀？别捡了。假的也是钱呢。太不公平了。双胞胎，那为什么爸这基因就不给我匀点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有个朋友养了两只猫，一只是美短，巨漂亮，另一只是折耳，傻乎乎的。后来两只猫长大了，又生了两只小猫。我朋友本以为会是美短和折耳的混血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生出来还是一只美短，巨漂亮。另一只还是折耳，傻乎乎的。你的意思，你跟爸是美短，我跟妈是折耳呗？哎呀，走开！宋小阳，你陪我搭个戏呗。姐好像还是没找到姑姑的状态，要不再来一次吧，官儿。你还是点假钞吧。杨过，你这是咋了？不要再叫我杨过。那咋还一会儿是一会儿不是的呢？一群骗子！他们都开拍一个礼拜了，杨过都跟小龙女好上了，我就是个傻子，我还天天跟海干。我干个屁！起来，起来！不行，我不行！不是杨过，你还不过了呗？我不过，过不下去！你别跟我说这种话！起来，起来！拿过来，
忘了，你忘了爸咋死的了？就他妈被你烦死的！妈才是被烦死的。怎么你走啊？你管我干什么呀？啊！你管我干什么呀？你走啊！好，不烦你了。赶紧滚！快出去！今天，我现在就走。今天先不走了，票卖没了。吃啊，没食欲，你吃吧。你就那什么黯然销魂掌练的，你不准黯然销魂啊。姐，你说句实话，我行吗？你想当演员，想演戏是为了什么呀？想红。红了以后呢？赚钱。赚了钱以后呢？给你买房子，给你做嫁妆。你就别长那么大了啊！那你今天去靠演戏，把这顿饭钱给我赚回来，请我吃顿饭。靠演戏？嗯，靠演戏吃顿饭比买房子容易吧？老板，老板，哥，您好。哎，你好，您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别叫哥，这谁比谁大还不知道呢？那说事儿。哥，嗯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我最近接了一个新戏，一个古装戏，我是男一号。明白，是一名好演员，啥都不缺，就缺点机会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一个机会，命中注定。就等这么一角色，现在虽然没点钱，但都是暂时的。到时候等演起来了，超一线。对，那到时候多叫你明星朋友来消费，做做宣传。对，但这顿我请是不是？哥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爱吃你就多吃几口，不吃滚蛋。
在这个影视基地，像你这样，我一天能见八个。行，我就知道我不行。老板，又要啥呀？能坐一下吗？坐归坐，免单免谈。刚那是我弟跟你开玩笑呢，他哪有那本事？我是他姐，我俩是龙凤胎。看不出来吧？他是美短，我是折耳。爸妈走的都早，就剩我俩了。我这弟弟也不知道咋想的，就想当演员。不瞒你说，当了这么多年，就演了个男九号。我其实心里早就想跟他说，我说算了吧。但我一直没跟他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妈临走的时候，人都快不行了，然后就冲我一直点头。我当时感觉到的是叫我呢，虽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但是他就使最后的劲儿，然后我就把耳朵凑过去，我就听我妈说：“小杨啊，妈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的。”最遗憾的就是你爸年轻时候想做的事，我都没让他做，我都说不行，还打击他。所以现在我最后悔的就是，你爸临走都没干成一件他想做的事。你是当姐的，打九秒也是姐。以后小海想做什么，你都得支持他，别打击他。这样，以后他不后悔，你也不后悔。这单算我的，不是因为你俩，是因为你妈。家有个兄弟，都看着。人家请客了，多吃点来。哎，箱子给我了。你不是想没事过瘾吗？啊，这个给你，多练练，又练手又练脑的，就当体验生活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行了，赶不上车了，行了，我先走了啊，姐先走了。
宋小海，这是我这几年点假钞参加比武挣的奖金，准备给自己当嫁妆。反正现在也没人要娶我，就先给你用，我自己再慢慢攒也来得及。再说等你火了，我就有大房子，也不用自己挣嫁妆了。但你得吃好饭，睡好觉，不要去海里再练掌了，容易感冒。你记住啊，妈觉得你行，我也觉得你行，但你要首先觉得自己行。既然走了，就走下去，别让自己后悔。加油啊，梅段。